在中国大陆，现在惊爆呢，林青霞呢是离婚，是因为她生不出儿子，生了女儿。只是生男孩真的这么重要吗？事实上，我们在演艺圈可以看到很多艺人哦，像是小 S、傅娟还有 Vicky， 他们都一样是生了女儿，但是是一样的幸福快乐。但大众的压力确实是会有，然后我公公怕我有这个压力，他就把我叫到房间说：“爸爸很感谢你给我们许家有三个孙女。”然后他说他非常的知足跟感恩，然后我就说：“爸爸，你这样讲我真的很感动。”想替傅家拼的男宝宝却始终不如愿，不过生了三个女儿可让小 S 很满足，虽然老公是独子，不过他一点压力也没有。忍让体谅，因为不要想去改变对方，因为对方都是一个很固定的个体，那你一定要对方来迎合你，我觉得这不可能的事情。欧阳龙和傅娟结婚17年，两个人同样生了三个女儿，尤其看到亭亭玉立的女儿还会贴心陪傅娟一起参加公益活动，让她很开心。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妈妈到底是什么。其实我非常享受做妈妈这件事情，我从在我做妈妈当中我得到非常非常多的快乐。